先生，先生，还有意思吗？有。好，我先帮你做那个治疗的动作。那你们的车哎、欸？忍耐一点哦。我们的车应该是出问题了，我停好车子就炸开来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先帮你们做简单的治疗。那后续如果还有不舒服的状况，在医院。好，谢谢。小心一点。不会不会。拜拜。买二手车啊？不是哦，你看刚刚把车停好，它就砰的一下炸开。也太、我怎么会知道？太扯了吧！我不是只能走回去啦？痛死了！走回去扣押厂啊！现在没有计程车可以叫吗？现在，这里其实一小段路而已。我一小段路我弄不懂。等一下，前面直走。没有，现在已经没有 Uber 可以这样叫了。好吧。对。啊，用跑的吧，走吧。摸摸茶是会啦，喝喝茶就不会了。什么摸摸茶？抹茶。警察，他刚进来两个礼拜，我在问他现在通常都在做什么事情，他说他不会去喝茶啊，总、哦、但他说他会去摸茶，但是不会去喝茶。没有啦，喝抹茶。哎、欸，你是刚进来的警察先生是吧？哎、欸，是的，请多多指教。那警察大哥，你在这边当了两个礼拜，有没有什么感想？没有哎、欸，感觉城市太乱了啦，到处都抢劫。城市很乱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太辛苦了。他现在很缺钱啊。你很缺钱啊，兄弟，你想赚钱吗？难道要给我一条明路吗？肯定是可以的，而且你毕竟是当警察，我们理工给你的管道绝对是非常正常的。来，秘书，戴上面具。你们想绑架人啊？不是，我们不是绑架人、哦、这是我们的象征，我们叫做东山会，这是我们最近成立的一个会所。那我们之后呢，是要帮这个市长来做一些事情。啊，市长以后做一些东西肯定是会赚钱的嘛。啊，下面的人，市长赚钱，下面人跟着赚钱。哇哦！对对对，不错哟。你们这边的警察规定是不是不能去采菜啊？啊，那是当然的啊。那警察先生，我们这边很简单啊哦。啊，你想要赚钱吗？我们私底下讲。当然，当然。你的同事是不是会过来啊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对啊，你同事来接你啦，你要不要先上车？哎，加个电话吧，下次我们有空聊聊如何？对啊。你加我的电话好了。好吗？哎，对，哎，你是？我是杰哥。啊，杰哥，哎，杰哥你好。杰哥啊。不如。我们最近 cosplay 别的鸭子啊，你看 cosplay。哎，没事，我们在跟这个刚刚的警察朋友聊天。你看，我看一下我手机，我的手机20903啊。这个警察朋友怎么称呼啊？我同事杰哥我已经认识了。我阿管。好、哦，阿管啊，好，那你就加我手机吧，20903。哎呀，又下雨的、啊。你就发给我个讯息啊，我再回传给你。好的、啊。记得发给我讯息。啊、好，感谢。警察大哥，慢走。看起来菜菜的，不知道要干嘛的，好像可以。你怎么就跟他搭话搭起来了？当然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这个警察吗？啊，对，像这种就可以。看起来就菜菜，怎么都不知道。对，这种就完全是我们要的人选。啊，我之后找人进入东山会的时候，会用我自己私底下的名义啊，我会用两金的名义去创一个。哦，我们其实就是暗中帮助市长这样。但是我觉得我们拉人的时候就问他们要不要进入山东会，然后测试就好了。啊，我们就跟他说我们之后会赚大钱，这样子，我们尽量少跟王老板扯关系。对，然后等他进来，是我们比较可以信任之后再跟他讲。对，等他进来之后这样。我先看一下暗网有没有什么资讯。好，我有看到一些合成的资讯，就是要去跟太平洋借点钱的时候。啊，我们今天要怎么样？我们今天继续卖这些东西，把身上的卖掉。我现在身上有51万。等一下呢，我先把我们身上这个处理掉。有，这个要。哎，刚 Twitter 说什么？等一下是有什么人在警局前面要干嘛？街头艺人是不是？卖艺在警局前面，哎、欸，那搞不好他们可以拖住警察、啊，到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。
哎、欸、喂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警察大哥，你现在旁边有人吗？目前是没有啦。啊，方便讲话吗 ？OK OK 的。哎、欸，我问一下，警察大哥，你在这边这样子，你说如果要赚钱的话啊，你有没有想过一种赚钱的方式哦？就是，你告诉我，比如说现在你的警察同仁，比如说在什么地方，哎、欸，在干嘛这样子，然后。哪边比较没有人，或是哪边比较多人，这样，哎、欸、啊，我去那边赚点钱之后，我们分润给你，这样如何？哦，这样哦，就报位置哦。哎、欸、哎、啊，这个不算，这个不算当，这个不算黑警啊，只是分享资讯而已。哦，了解了解，是可以啦，只是不知道怎么分啊。怎么分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是啊，以后我这边会有大笔的买卖，假设上面赚500万，分给我250，我就除以我下面这边的人。啊，我的这边叫做东山会，我们东山会预计是招5个人。你想想，250万除以5多少钱？哇，庞大的资金啊！庞大的资金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可以哈。我觉得啊，之后你现在是警察，如果你以后缺业绩，你可以联络我，你就假装把我抓进去啊，不要收我身，你就说啊，我现在对你进行搜身，这样子，啊，你就真的不要收。不要真的收就好，收了会不得了吗？对对对对，收了会，你可以把我送进监狱这样子啊！你可以假装的写几个罚单给我，假装的啊、哦。哦，了解了解，是可以啦。哦，好好好，好那就这个样子。如果你之后需要业绩的话，可以再联络我。好的好的，达成协议。哎、啊，现在等一下问你一下，你现在可以看到你们这边警察，你们等一下警察前面会有活动，会不会有很多人在那边呢、啊？有警察局前面吗？对啊对啊，还是你们警察就是个性比较直，都会去就是继续做自己的事情，不会去看活动。嗯，不一定哦。不一定是不是？好，有一两个在警局啊。大部分的、啊、大部分的警察大概都在哪里啊？目前都在巡堵点了。巡堵点是指北方的制造点还是犯？没有都有都有啊，都有4、5个在巡。对啊，总共4、5个在巡全城哦。对啊。啊，贩毒的位置呢？他挂我电话，他可能看了一下。我问他南区贩毒位置有几个人？哇塞，这些警察都是每天往巡都点跑啊！对啊，是不是没有发生大案子，他们就在那边缺业绩，在那边堵人。我觉得听警察，我觉得很缺业绩。刚才讯号不好啊！啊，讯号不好。啊，是啊，目前警察都在市区了。警察都在市区哦 ，OK。了解，难道要准备干大事了吗？没，我们就是稍微了解一下。最近警察人有点多，不好做大事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好啊，等一下，祝你们看表演愉快，你就可以揪一下学长学弟这样子联络感情，看看表演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的，我尽量。OK OK， 好。好的，拜拜。好，拜。拜，卖他，我等下带你走另外一条，失败走另外一条。可以。警车在附近，好可怕哎。没有，帮你看，目前没有。我一卖就卖3个啊！你一卖卖三个也太夸张了吧？还是我卖我吧。这个女的，好，就她了。来，你下去背对她，你下去背对着她，可以吗？进我前面两个。不要，你不要怕，你不要紧张。等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这车坏掉就好。没事，装镇定。保持镇定，保持镇定，保持镇定就好。他们来，我们就说我们在修车。几个？两个，剩一个。再问他一次，看他要不要收。可以。哦，天哪，我怎么这么幸运呢？你真的是很衰耶！太扯了吧！等一下，直接问阿德了，直接问阿德说他在哪里，我们直接把这笔拿去给他换、哦，交给他去，对，交给他换就好了。好，联络阿德吧，我问阿德在哪里。他刚刚都没有回我，哎，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吧。他好像在忙呢。啊，还是我找那个他手下的GG去洗钱。哎，对，你问那个GG在不在，然后问他，哎，GG能不能帮我便宜一点的洗钱这样子。他会不会觉得我都有事才找他、啊？没事啦，不用怕啦。我光是今天，我他妈面试了8个新居民呢、欸。
啊，你也知道啊，搞那件事，我现在每一个人哦，我都问他说，你爸爸妈妈还活着吗？